再看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昨天审查财划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朝野立委就发言时间及议事程序等问题针锋相对，爆发激烈口角及肢体冲突，一整天下来有近70人次的发言，夜审到晚间10:30。国民党籍赵伟会议主席陈玉珍宣布休息，周三继续开会。民进党立委蔡宜瑜等多人质疑这项修法没有共识，且会议准备不足。国民党立委则说，民进党阻挠议事。